大家好，我是蓉姐。先准备收花生了。拿个东西借着给我儿子在看电视。在那里挖，一会我把它割出来，装袋子里面。我在那边挖好的，然后我把用刀把它割了，装。花生都发芽了，你看。哎呀，还要吃花生呢，妈妈剥一个。哎呀，这个花生还是吃生花生还是好甜的，这个。但是有时候啊，那个现在没人种田啊，老鼠都吃好多了，发芽了，赶紧收，抢收。那赶紧收回去，要不然下点雨就发芽了。我妈在那边挖好了，我就把这个砍掉，把这叶子砍掉，装到袋子里面，然后一会我。背回去，砍断那个叶子，再装麻袋里，一会我好背回去嘛。跟我妈了，来挖花生。我爸去湖南了，我负责挖。你不抵过那边问人。对呀，跟着妈妈过来拿。你看到没？你看见我都。